由古人之志结合民俗传统神话和中式 IP 的 AR 手游《我的英雄梦 Go》，在过年期间也要来推出多项的活动喽！要让各位玩家在过年期间不只是围炉打牌，也可以跟着游戏出外踏踏青、抓元神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！智乐堂旗下自制 AR 游戏《我的英雄梦 Go》在此次过年将有重大更新，首先是更新了新元神，包含应景的贺岁吉祥。恭喜发财好运来，还有可爱的生肖宝元神。此外，使用动感音场彩蛋孵化将有机会获得元神恭喜，收集后就可以进化成为 SS 的元神，恭喜发财好运来。而在家族方面也新增了炼丹功能，只要活用此一系统就有机会获得超级稀有的 SS S 级元神元丹，亦可对帮会成员使用。想要家族比别人强吗？千万要好好利用哦。电玩宅速配，我们下次再见啦。